有温暖，内心感动，生活当中充满了美好和温暖。这种温暖，相信很多人经历过、感受过。正是因为这种温暖，我们的世界才变得如此美丽。正是这种温暖，像灿烂的彩虹，让我们整个世界散发光彩。是的，接下来这首歌曲《彩虹》正是诠释了温暖和感动。来，掌声有请台湾歌手张新杰。有请张新杰。Hello， 各位新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的歌手张新杰。接下来我带我自己的歌曲叫《彩虹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
心能够来到新居这个地方，跟大家一起就是过这个新年，非常的开心。我在这里呢，我要祝福就是为仙居贡献的好人们，身体健康，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哇哇，这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的好，那我的精神呢，就是也被你们震撼了起来啊，非常的开心。那这次也是我头一次来到仙居为大家演唱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我自己的新专辑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继续奔跑》。那在这个2012年，我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赶紧你们的脚步，能够就是为你们自己的梦想，然后自己的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前途，然后勇敢的向前跑，然后去完成你的梦想。这首歌叫做《继续奔跑》，送给你们大家，谢谢。Bye.
拜拜。好的，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对台湾歌手张新杰的到来表示感谢。感谢他。